你要跟谁玩？凯凯，凯凯，好，已经在一步，我是剩下的那一个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哦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是石头，你剪刀，红纸伞，哎，下一军，给你倒了，哦，哇，偶像对你公主抱，公主抱一定要有公主跟王子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王子会来啊，你 OK 吗？我先走，先走。公主抱一定要有公主跟王子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哎，王子会来啊，你 OK 吗？我先走，先走。真的有皇室的血统的。好的，这个王子呢，骑着白马。是，骑着白马。王子是凯凯。凯凯。白马吗？白马。斑马，这是斑马。等一下，我没有这样，我没有这样讲。他有马尾。你们猜拳，你们猜拳。男生好不？白马。好的，这个白雪公主呢，今天在森林里面遇到了黑魔女。对，黑魔女拿着黑魔女，黑魔女最近很红。我觉得谷谷蛮适合黑魔女，黑魔女加戏哦，黑魔女，我演黑魔女的那个两根脚。所以呢，黑魔女走出来呢，黑魔女旁边以为是乌鸦，哎，黑魔女乌鸦，乌鸦，乌鸦，黑魔女的脚，黑魔女，公主今天在黑森林里面呢迷路了。然后就说怎么办？迷路，我的王子呢？我的王子呢？这时候黑魔女出来拿了一颗毒苹果，好复杂。然后就念了一个咒，咒语就是 I'm gonna get a baby， I'm gonna get a baby， 记住哦，不可以乱念哦， I'm gonna get a baby， I'm gonna get a baby。然后呢，就要逼他吃。这时候呢，你要有点挣扎的感觉。你啊，不要不要，在这边原地动就好了。好，因为森林不要到处乱跑。好，这时候呢，王子骑着白马，假装就好，假装就好。你要使出你的宝剑，把黑魔女的脚砍断。哇，好帅呢，好帅哦！你就杀青了，我就被砍断了。对，就哎呀。哦，所以说我是这样子哦。但是乌鸦还在，然后再把下。哦，可是我的这只脚很厉害哦，它会接剑哦。那你要自己小心。谢谢谢谢。对，那这哎，我用火。王东，汪东城了吗？汪东城的剑啊。是汪东城剑，所以手会被砍断，对，会砍断，接不住。然后另外你就切断了。这边还有一只乌鸦，对不对？你们为什么要加那么多角色？交代完，你知道吗？乌鸦也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他一砍断脚，乌鸦就下飞了，下飞了，就自己飞了，然后就流血过多身亡。对，你就好痛啊，然后你就说我的脚。然后你就下马，很帅的下马，然后把公主呢接过来，你就说公主，我等这天等很久了，然后说王子，我来了，你就很慢的那种 slow motion， slow motion 跳上去，哇塞，公主抱，转三圈，好的，好，三圈就结束了，好，这么简单，白雪公主与王子记，好恐怖哦，活的王子哎，这时候黑魔女进来了。拿出一颗苹果。I'm gonna get a baby。你吃下这个苹果之后，你就再也醒不来了。一，挣扎，王公主挣扎，吃吧。我不要。吃吧。我不要。吃吧。我不要。真的。白马吧。超过，白马超过。抓不到剑柄，借我过。下。下。好马下去，公主，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。王子，哎呀，怎么会掉下来了？太大力，谢谢各位粉丝，谢谢。
个手，谢谢，马会接见。